哎呦。这么快的，没有，第六个24个就结束了，现在那没事，这个先玩吧，玩好以后反正视频播的话，现在就一个一个慢慢做，慢慢播了。24个呀，他怎么又莫名给我用这个车了呢？啊，不是这个车了，这个下期再开的加特林。冲啊！好尴尬呀，我把车飞到楼顶上，然后我掉下去了。话说谁记得目标？哦，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去四个点吗？我去最郊区的地方。对。哇，地好远。等，我最郊区那个是哪个点来的？看一下我那个，我去 C 点。哎呦，这个火箭好玩。我去 A 点吧。好，那我去。正好各派不同的工作啊。啊，最后还是要聚在一起打人的。哦。这最方便的。哎，这个车其实最好还是上山啊，像我这条路线就是去郊区的。上山每次小乌拉火箭狂雷，他总是下山，你不要下山啊，不是上山吗？我已经看到前面可以飞上去的地方了。一样的，炸吧！飞车特技其实挺好的。哎，我突然发现火箭狂雷如果做飞车特技的话，是不是特别的？哎，哦，完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飞得太高了，掉到水里去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有水的啦？我天！开始。我觉得二星不让你去做员工啊，真是可惜了。喊我做毛员工啊？我只会做片子。对啊，做什么剪辑介绍片啊？然后一边做一边说啊，行，这个宣传片，宣传片，这个可以的，你这太抬举我了。哦，因为我也想做视频啊，我没有录制软件跟那剪辑软件啊。不是啊，你讲，那我可以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一下。哎，像我现在用的是 Afterburner， 然后一般的家用的话是那个 Bandicam 嘛。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Afterburner 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都没有录视频吗？因为我要找的就是免费的，没有水印的。
找不到。少点水了。哦，你是说因为 Bandicam 是有水音的那种吗？对。哦，那就用山。拿破解版不就完了 ？After Burner 呀。我现在用的就是 After Burner。我待会儿发你。你真的，你真的要录视频，就是买正版的也不贵。那种软件基本上不便宜吧？不贵的好啊。那个一个软件你通过使用一台电脑就大概就99块钱。这便宜啊？好吧。对啊。我想了，我印象当中因为便宜的好啊。你就是网上找不到破解版的，那你就买正版的。我印象当中像绘声绘影这种软件，这种家用软件都要1000多块钱的。不是，它是录制软件呀，它只是录个屏呀，又没什么其他功能的。我所以两个东西也要分开啊。对啊，这两个东西肯定要分开了。如果说你做和录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为什么都不专业了？对，这个软件就不会特别好。对，很多都是为了方便一些新手、新人入坑，然后把录制啊、剪辑啊，包括甚至连特效都做在一起。这种的话，一般它每一项都是比较入门的。录制画质都会有水印，比较入门类的。不会，绘声绘影怎么会有水印？自己做的片子都是水印。那要钱啊。不要钱，买那破解的，破解的呀。哎，九号队，制作片子的软件谁都买不起。是啊，正常来说都不会买那么贵的。就是基本上千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鬼啊？这个 DDA， 它跑太快，追不上。好，我来救你了，冲！哎，天，来了！拿出手机，感受一下起飞的乐趣吧。哎呦，石头太多了，起飞！我又快好了。可以，那个时间也快到了。哎呀，又发生这种状况了。哦，不行，不要再过去了。哎，哦，不要再过去了，不要再过去了。哎，哦，哎呦，慌了，我差点掉到这个河帮里。别死就行。我天，我也刚差点一个360直接又翻到河帮里了。冷静啊，我也感觉要冷静，不能沉迷飞天不能自拔。顺便还跑了一些平时不太跑的地方。那叫什么小吴啊，你可以培养一下他，以后我们的宣传片就他做了。我可以的。要说培养的话，我是培养了一些解说，你要的话呢也可以啊。太可怕了。可以的，我给满分。其实我找小吴的目的是，我真的是很乐意助人那种，我确实帮过一些吧，算是就是制作方面的，然后人家其实也不是帮很多很多，就稍微点名了一下，指点了一下，然后基本上他们就这个自力更生了。虽然这就是什么领进门什么靠自身嘛。对呀、啊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嘛，靠自身嘛。可以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找小吴只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真的是只为找视频软件；找事情的可以。我知道你过来是来找事情的吗？嗯。没毛病。第二个其实是我拿了 GTA 5之后，我想说找个人来玩得了。哎呀靠，打错人了，我打成这蓝色的人了，我想怎么不能打的？然后有人会说，
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反战了。周末的话我报游客行不行？能来就来吧，看你上线就来。好，周末的时候嘛，我们反正人数没有什么限制，基本上很多也可以，再多的人基本上也可以